在你穷则变，变则通的这种过程中，营造很重要，真的。转念加营造，真的是几乎我看真的是秒秒你都不要离手吧，因为随时会有课题来。你不转念，你不营造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你戏怎么演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当你如法实修的时候，阵痛期应该不用太久，你不用每天都在痛啊，是不是？你要阵痛一阵一阵，也要平步青云了吧？你怎么天天在那边阵？阵的痛痛的要死，不太对啊！你现在在痛的，你老公还有多少人？圣王进宫，都不好意思拒绝吧？哇！啊，当我没问，当我没问啊。所以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啊，你能做多少就多做一点吧，多做一点吧，不要偷懒，不要找轻松，对不对？今天轻松，明天就不轻松。那不如今天，我上次不是已经讲过吗？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眼睛张开来，觉得今天有十样事情要做，觉得有压力啊，十样事情要做，就搞到晚上十样事情都没做，因为那个压力一直还压着你，压了一天都没做，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有。正常人。你如果做了第一件，你又做了第一件，哎，你有没有在想批发什么做完？就早中午还没到，已经实验室做完。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别想着，别想着过不去的，就努力的做吧。搞不好后面数字惊人的把你吓死，有些像渡人是吧？说哎，导师要回来了，那我赶快多渡一些人去参加音乐响宴，参加实修实练课程，对吧？今天渡一个。三个、五个，一个人加起来，哇，不少哎，三十人，是不是？哎，从现在度一个月三十人，到我回去看你的时候，你也度了一百人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有的时候，你不要先想说我要度一千人，然后就想着那一千把自己吓死，就一个都没度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没度呢？啊、哦，我压力好大，度不了。那不是自己害自己吗？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所以咯，做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渡人先一回生二回熟，就是这样。你想到原来的你如果没有被渡，现在还是可怜的你，因为你被某个人渡了，所以你拿到心灵之约疗愈权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被渡了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你要不要把这种好东西去传给更多的人？要啊，那要，那有什么好压力的？很自然啊，因为你有爱啊，因为你有爱，所以你愿意把这好东西跟别人分享，所以这么一来你根本没压力。去菜市场买菜沿路就可以渡到人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慈眉善目，你走过去人家跟你一微笑，话题就打开了，然后手上疗愈权利就跟人家分享，就渡一个，是不是？渡开来了，哎，真容易渡哎，左也可以渡一个，右也可以渡一个。渡不开的时候，自己都难渡了，你知道吗？自己还在门外，真的、啊。你说我讲有道理，你说嘛？有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所以人要什么？位于立志，对不对？那立志完就不要想那么多，就做吧。哎呀，啰里吧嗦讲一大堆没用的，结果论嘛。你没有成绩，会动吗？负能量会扰你吗？不会嘛。你有成绩的跟负能量谈，好谈呢、啊。负能量先生小姐，好歹我现在你看也渡了这么多人了，你们觉得还不错吗？那负能量当然跟你说 yes 啊，因为他有功能啊，是不是？他一说 yes， 你不就好过了吗？就这样子慢慢就善性循环，善性循环越来越顺，生活中的这样。